想躲一下那帮弱雷的，躲慢了，躲慢了还闪歪了，对，感觉闪的位置不好，闪的位置还是吃到弱雷的。听电杰伦吧。效率是成功的核心关键。就先得想办法推掉了，反正他待会他上线，我们这个血量没法兑现的。A summoner has disappeared.
风暴。社会需要温暖。哎，这怎么还吃到这个E了？坏事了，这个。被十的人空中一个E拍死了，这十人一个E空中把拍死，有点可惜。夸张啊！我们大招把十人震开，然后他被震开的空中一个一定能把我拍死了，真的很离谱的。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，只有懦夫才会逃跑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十人 TP 下去了，有神分还怕熊？不是，你看他什么装备啊？你叫我敢惹他吗？你看他这装备，我敢惹他吗？他是 AP 熊啊，这拉面熊啊！我要回头，我估计骨头都要被他啃得不剩了。他主要这是 AP 熊，你知道吧？很怕人啊，在 AP 熊看的。知道天赋点小攻速嘛，都可以，点不点都可以，没影响的。攻速只是说你对线。
黑夜知晓我所有的秘密，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画眉一线是交错，那寒冷依赖的伤口，欲望的天使还行吧，都把打赢了，好起来了，节奏应该抓到了，这波节奏应该起来了，就是可惜我们没拿到什么东西，这波我们是牺牲方，但还好吧，中单杀人输，我觉得起飞了，这波中单杀人输也叠起来了，很舒服的，蛮好啊。没办法呀，他们全部都盯着我打，知道吗？而且我们一定是先杀这个狗熊会比较好一点，拉面熊伤害太高了。结果意味着一切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精准是唯一重要。人人有自己的位置，忘乎所以有危险。等待会带来丰厚的天赋。罗九头蛇版，然后待会做不讲行。九头蛇他这玩意要叠的，早出早好。他不叠满的话，这件装备性价比就不高。叠满了之后还是可以的，叠满的话总共85点攻击力，这件装备。所以尽量早出，出完这个之后再做鞋子。还行啊，卡牌还活下来了，跑掉了。复活甲不着急出，复活甲没用，现在只有懦夫才会进化大道上的又一步。未来的世界将会更加多变，耐心不是一种品德，而是唯一。只要耐心等待，裂缝总会出现的。
这个先锋随便放吧，不重要了，这个先锋。
唯一重要的标准。粗鲁无礼。他们现在正面打不过我们，他们就硬拖嘛，这边就硬就是在硬拖。不要死就好了，我们这个血手有个1000多的盾、啊。好的，哎，框错人了。1800的盾，我的妈呀！我这个血手有1800的盾，拆三路呗，一波应该是感觉很难了。
我这个血手有1800的准。Oh my god！然后把布甲鞋也换了吧，兄弟们。然后把布甲鞋也换了，布甲鞋换了出什么呢？4.6秒一个一，高达444的攻击力，拥有4600零血量，并且拥有一个2000的盾。主要感觉就是完全不需要走路了，我们不需要走路，我们一技能只有4秒钟一个。